第134回。各位，上次讲到石达开委托陈玉成管带皖北各路兵马，咁陈玉成实际就成咗嗰度嘅最高统帅。喺157年嘅4月27日，佢攻占咗英山。5月上旬呢，佢就率领各路大军60000多人出铜城，喺独山镇陶家岭同湖北嘅布政使李孟群大战，大败湘军。呢日，陈玉成就去到六安见李寿成。李寿成啊，专登叫啲侍从泡咗壶茶嚟。嗰壶茶一焗好，成屋即时就弥漫起一阵浓烈嘅香气。陈玉成啊，专登索两下鼻哥问啦：，哇，系咩茶咁香啊？曾晚妹就话咯噃，你唔记得你脚底企嘅系咩地方啦？陈玉成就拍下个头壳：，哦，系噃，六安嘅绿茶系天下有名噶嘛。三个人饮下茶，曾晚妹就话啦：，睇嚟我哋应该为李大将军摆庆功宴。李寿成就讲啦：，皖北连战连胜，唔系我李寿成个人之功，点解净系为我庆功啫？你升咗做合天侯啦，御旨啱啱到，你马上就会睇到噶啦。点知李寿成嘅反应又好冷淡，求其咁一声，好似曾晚妹系讲人哋封侯咁，搞到曾晚妹就问啦：，咦，李将军好似唔多高兴咁嘅？嗱，李寿成嘅唔高兴咧，系对比而嚟嘅。而家连红人发、红人达咁样嘅草包都封到王，佢呢个合天侯仲有咩价值啫？不过佢不便咁样讲，只系平平淡淡咁话：为太平天国尽力就系职责，皇后将相都不过系过眼烟云啫。啊，李寿成啊，几时变得咁豁达噶？曾晚妹就揭佢老底讲啦噃。你既然咁样讲，点解你曾经讲过话会拍马屁嘅官越拍越大，会打仗嘅人就冇人睇见呢？陈玉成就怕李寿成落唔到台，睇咗曾晚妹一眼。只见李寿成饮咗啖茶就讲啦：封安王、福王嘅事，听讲天京嗰头好多人嘈噃。点知系天京啊？大兵嘅将领一见到翼王嘅命令到，乜嘢价钱都唔讲就听从调遣。安王、福王嘅命令呢，冇人当系一回事嘅，有人仲当口当面嘥佢。佢呢两个王啊，真系做得好可怜啊！哦，咁佢哋咪成日要喺天王度诉苦咯？系啊，上几日我翻去天京吹粮饷，听见几个熟人话天王好嬲、啊，认为系翼王专登俾啲群臣出安王、福王嘅丑。李寿成越听就越觉得可怕啦，咁啊恶性循环啊！群臣越系唔听安王、福王嗲，呢两个人又越会喺天王面前告状，讲翼王嘅坏话，天王就越唔信任翼王，翼王就越谷气，咁样循环咪好可怕咯。谂到咁，佢就长叹一声讲啦：，唉，千祈千祈唔好再出一次天京事变啦！如果再出嘅，太平天国就彻底毁灭噶啦。陈玉成就话啦噃：，天王经历咗两次波折，变得唔敢放权啦。李寿成话：就算系唔敢放权啊，都唔可以变成洪家天下噶。乜嘢都唔怪，呢件事唔可以怪翼王，系天王封自己两个大佬之过，唔系话系人哋啦，我都唔服啊。对太平天国嚟讲，洪仁发、洪仁达有咩功劳至得噶？曾晚妹又忍唔住搭嘴讲啦：讲功劳，姓洪嘅大过晒啲咩功劳啦？不过如果讲到洪宣娇咧，我就心服口服嘅。陈玉成就话啦：，唉，我哋喺下边一味喐紧，有力使唔出啦。呢时李寿成喺怀中就揞咗一份奏折出嚟，话：我已经写咗一道奏章，为天朝万年大计，我乜嘢都唔怕，我系冒死犯颜啊！
陈玉成就嗱嗱声攞过嚟一睇，嗰份奏章嘅措辞咧，确实系几尖刻嘅。陈玉成觉得李秀成忠心可嘉，但又怕佢咁样触怒天王，就帮佢斟酌咁话啦。你到奏章度讲，恳请我主择才而用，定制率文，咁都冇乜嘢。呢度写新严法令，肃正朝纲，亦唔犯咩忌。明正想佛，依古制而惠四方。呢两句天王肯定唔会中意嘅，佢系唔赞成古制噶嘛。呢下边呢句就要害啦。任人为贤则国昌，任人为亲则国亡。咁写会唔会系太犀利啊？李秀成就话：唔系咁样讲，点可以促使天王醒悟呢？曾万妹亦讲啦，其实最明了咧，就照点红人发、红人达嘅名出嚟，明确指出用佢哋干政，人心唔服咯。李秀成就讲啦：咁样讲法太直接，天王落唔到面啊！所要讲嘅嘢，其实我都写晒喺奏折度，我怕天王睇完会发大火咋。嗱，李秀成一啲都冇估错到啊！当洪秀全接到佢嘅奏折之后，即时就揦埋面口啦，一手抌咗奏折落地。哼！呢个李秀成啱啱先至封侯，大印都未曾攞到就松毛松翼啦吓！坐喺下边嘅石达开就唔知道李秀成奏嘅系咩事，会激到天王发咁大火，叫人执起嚟。睇完啦，佢又传俾安王、福王。洪仁发啊睇唔明嘅，就问洪仁达啦：二老啊，讲啲乜嘢啊？好似咬文嚼字咁嘅。洪仁达就话：系讲天王任人为亲、啊。笑话啦，唔用亲嘅唔通用疏噶咯噃，疏嘅有口无心咁啊，罩晒忌。呢阵时洪秀全就问石达开点睇啦，石达开谂咗下先至话：李秀成用词虽有不当，只一片忠心可嘉，佢系希望天朝兴旺嘅，系咩？咁即是你都认为朕用人不当啦，指明系讲安王、福王啫。朕睇今日有人喺度煽阴风啊，真。洪秀全讲到咁，石达开仲有咩声嘅呢？只见洪秀全就对蒙德恩话啦：你帮朕草拟一道诏旨，着即刻去李秀成封爵官职。在军中效力自足，臣遵命。石达开在心里就叹息了一声，粒声不出，那就回去翼王府了。当晚他在人工湖边行来行去，他的影子和月亮就影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。汪海洋行过来了，离远站在树脚看着心神不宁的石达开。后尾石达开见到佢，咦？你听朝就上江西前线啦，唔早啲瞓，仲嚟呢度做乜嘢啊？汪海洋就话：我唔想去，我想同殿下做一世排刀手。我唔可以再耽误你啦，你去带兵打仗，为天国做更多嘅事啦。殿下，你有心事咧？是不是呢？没什么。三更半夜，一想起惨死的亲人，我很难睡得着觉嘛。殿下，你要想开一点才行。你去睡吧，我都说没事了。石头开打发走汪海洋，顺着湖边就行上石拱桥，在那里就发现他的养女石益阳趴在拦河里定晒型咁睇住水中嘅月亮。咦，益阳咁夜啦，仲唔翻入屋瞓？我谂起日头喺街度见到一张揭帖，一谂起就成晚都瞓唔着咯。
揭帖？咩揭帖啊？使唔使我背俾你听下？好啊，背俾我听下。石达开亦趴喺石栏河度，睇住水中嘅月亮。后尾石一样背出嚟嘅，实际上系一首格律韵脚都唔系几工整嘅五言诗。去睡遭祸乱，狼狈赶回京。智慧始于中，定蒙圣鉴明。乃是有不言，召子降贫刑。重重生而记，一笔难尽尘。为是用粉面，出师再表真。石一阳啱啱练咗半首诗，石达开面色一变，收石，你咁大胆，咁随便抄我啲嘢？石一阳就话啦：你写嘅呢首诗冇收好，我系怕俾啲宫女女官睇到传咗出去，帮你收埋咋，你反而怪我？哦，系咁啊，益阳，咁我就怪错你。嗰首诗系我心水烦乱，顺手乱咁写嘅啫嘛。我睇唔似乱咁写噃，我睇得出阿爹你系极度悲观失望，想一走了事，唔想再留喺天京同天王共事，系咪啊？唉，横掂都俾佢估中，我亦唔瞒你，你话啦，我唔心寒就假啦。在人家遗迹中过日子是什么滋味？我石达开不怕苦不怕死，怕的就是人家不交心给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走天朝大厦就会倾倒？那又未必的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安王福王就可以力挽狂澜。石一阳一听他这么说，忍不住就笑出声了。石达开就跟着说，最得人惊是君臣而己，我如果不及早抽身退步，迟早就会行杨受清韦昌辉条路，招致杀身之祸。石一阳就猛咁劝他父亲，说天王连续遭遇杨受清韦昌辉的变乱，杯弓蛇影是在所难免的，阿爹应该以赤诚之心，实会感动天王，唔使过于忧心嘅。唔好听咁多张瑞谋、曾锦谦呢啲谋士嘅说话。石达开就自信唔系边个谋士可以左右自己。喺杨受清、韦昌辉事变中，天王嘅权力受到挑战，佢咁样使手段，石达开仲可以理解。至而家对石达开又无端端咁疑忌起嚟。他不想再看见自相残杀的悲剧啊。石一阳知道了父亲的心事之后，他就说，其实天王有天王的难处啊，阿爹你以前都这样讲过的。直到这时，石达开都不肯将上层倾轧的内幕话给石一阳知，事关他还小过，未懂什么叫做权术。其实天王是放纵杨受清，使到佢变本加厉咁猖狂，到杨受清亡乎所以嗰阵时，就命令石达开同韦昌辉铲除佢。跟住又睇见韦昌辉威胁到皇权啦，咁就再借石达开嘅力量嚟杀咗韦昌辉。天王永远都系策划者，永远都系赢家。咁下一个被铲除嘅，除咗石达开，仲有边个呢？石达开只系话俾石一阳知，佢翻到嚟天京呢。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石一阳就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又为什么从安庆回来呢？石达开就说，我都有个幻想的嘛，我也为太平天国大局着想过，谁知事实击碎了一切。李寿成上书说要天王任人为言，那就犯了大忌，下令削去一切官爵，咁摆明系喺我面前杀鸡给猴看啫。阿爹啊，你唔系有宏大嘅抱负咩？话要将太平天国治理成一个真正嘅人间天堂，
而家你想放弃啦？我其实我冇背弃天国噶。嗱，石达开认为佢再留喺天京就已经冇价值，佢睇唔起洪氏兄弟个诡秘权术。佢喺天京大展宏图嘅路已经被阻绝，反而陷入咗危机四伏嘅陷阱里头。佢已经无力扭转乾坤。石一阳知道阿爹立心要走啦，佢就话：爹啊，你一走就会将人心都走散晒，咁损失咪仲大？石达开嘴到就话唔会，只喺心嚟谂，真系咁样会好啲噃。等天王清醒下，即使系洪氏嘅江山，都会人哋嚟帮佢打，帮佢补嘅。石一阳见劝唔到阿爹啦，就冇再出声。石达开见到佢瘦削嘅肩膀猛咁喺度抽动，就行过去掹转佢嘅身，见到石一阳成面眼泪，做咩喊啊你？我知道阿爹离京出走系错嘅，只我又说服唔到你，个心难受啦。石达开就揽住石一阳喺怀中话：乖女，唔使伤心，你阿爹从嚟冇害人之心，今后亦都唔会有。不过连防人之心都冇，咁岂唔系蠢人一个？唉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嗱，石达开喺夜阑人静时分，拜别咗啱啱恢复咗原来样子嘅翼王府，又离远望住天王府嘅金龙殿拜咗几拜，眼含热泪，静静离开咗天京。佢走得好急，但亦好松容，几乎冇带到屋企人。跟随佢多年嘅排刀手汪海洋咧，亦一早俾佢打发去江西前线。咁跟埋佢上路嘅，除咗石益阳，只系带咗几个亲兵排刀手啫。佢临行之前就仿效古人，将太平天国通军主将嘅大印高高咁吊喺翼王府大殿嗰条横梁度。洪秀全知道石达开离开京城出走嘅消息嗰阵，已经系当日下昼啦。只见洪仁发、洪仁达喺翼王府度攞咗张纸翻嚟，洪仁达咧就称为反诗，正系石益阳背诵过嘅石达开嗰首明治诗。洪秀全就注意到诗中有咁样几句。力求上帝德，免报主恩人。精忠若金石，力久见真诚。佢就尽量抹去石达开出走嘅消极作用，对两个皇兄讲啦：你哋唔好乱咁唱，呢首唔系反诗，石达开系一再对朕表真心啫。嗱，石达开嘅出走，对洪秀全嘅打击就唔亚于杨秀清毁昌辉之乱。佢连气讲咗几声天丧我也咁，打后就坐立不安。对洪秀全嘅颓丧同绝望，洪仁达就好唔理解咁话啦：天王啊，你使乜咁唔放心石达开啫？佢走咗咪啱晒咯，起码你个心唔使疑忌先啦。混账！石达开走咗，边个嚟号令三军？啲人会听你嗲咩？又有边个嚟主理朝政？朕唔放心佢啫，并唔系唔用佢，朕差疑佢系防佢，而唔系逼佢走噶嘛。哦，咁啊，再招佢翻嚟咯。唉。谈何容易啊！嗱，洪秀全知道石达开就唔同杨秀清、韦昌辉呢个人极有心计，凡事唔深思熟虑就绝对唔会轻易去做嘅。一旦决定咗，九只牛都拉佢唔转口。佢已经预感到天朝从此失去咗石达开噶啦。只见洪仁达又话啦，石达开咁样出走法，唔至于反叛啩？咁又唔会。
洪秀全反而唔担心，亦都唔怕石达开反叛，最怕就系佢另立山头。只要石达开出一纸告示，天下起码有半数以上嘅军民跟佢走，咁太平天国先系大夏将倾。洪仁达就绝对冇咁样嘅远见，佢话：我真系唔信石达开有咁大嘅魔力噃。洪秀全就讲啦。或者后果比呢啲严重得多啊！你马上派人去打听，睇下石达开去咗边度，有咩举动，然之后朕再决定应付嘅对策。系，洪仁达答应一声就走咗啦。嗱，石达开离开咗天王，佢会点做呢？